大家好，我是七星妈，我们今天玩一下崩坏三。我们先挑战一下深渊。这期是雷系登山风，所以我们带一个以之欲者，再加一个雷之欲者，再加月纹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已经找到了自己的。我们通关了。我们再挑战一下这个。
战斗，是不容鸟的生命。我们再来挑战一下记忆战场。是大家的魂。Brownie，你在呼唤我吗？贝拉，听候你的吩咐。Brownie，抵达战场。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Brownie，抵达战场。Brownie，这场战斗是 Brownie 的胜利。Brownie，抵达战场。Brownie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Brownie，抵达战场。这场战斗是布罗尼亚的胜利。好的，通关。Brownie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